Keinginan dan harapan Reba dan kawan-kawan adalah harapan kita supaya COVID-19 segera berakhir selamanya.你最后说我看你一眼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问那个患者的心愿，他说我只想看清你的脸。嗯。我们在面对疫情时期，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叫束手无策。我们能把自己保护好，就算不错了。一会儿帮我们守这个群体。我身边有一个，就是我的战友，三月30那一天。 他们集结从四川往武汉走，完了之后是他提着东西从单元门走出去，他老婆可能是偷偷的拍了一张。嗯。他老婆就发了一个就是平安，就这俩字儿，真的。平安，多么简单的两个字儿，里面承载了多少东西。很感人，真的很感人。去接那些。 英雄回来，我们哪怕就是见见这些英雄呢，哪怕不是今天，就往后哪一天都行，往后都可以啊，对，都可以，真的，有这个可能吗？我们现在上海录《今天挑战》，我们的心愿就是，请上海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们吃顿饭，吃顿饭，我们别去打搅别人，哪怕就是很短暂的问候，对，其实就表达一下我们的敬意，对。